去哪些地方？我觉得肯定得去一下三里屯，我得去看逛逛商场啊，吃吃好吃的，吃点北京烤鸭。这几天其实吃饺子挺多的，因为刚过年嘛，所以我吃了很多猪肉韭菜饺子，所以饺子其实现在挺好的，但是烤鸭还没吃上，所以我希望完了以后我能吃一点地道的北京烤鸭。